右边有一个黄色的那个单子，上面有十个讲者 ，OK， 十个讲者呢，我们每个讲者分配五分钟，好，也就是说呢，他的 talk 呢，每次他轮到这五分钟呢，他就只能讲五分钟，超过五分钟呢，我们会尽一切力量把他赶下台，这样子 ，OK。那由于我们这个活动举办多年，讲者经验越来越丰富，所以呢，小弟呢应该从去年跟前年开始，慢慢的没办法把讲者赶下台，所以呢，我们在今年呢，我们introduce最新的哈，我们叫终极闪电秀，我们把五分钟的 session 呢左右切成两格两分钟，希望呢今天有人可以被拔到线这样子哈。谢谢。然后呢，这个 CostCup 这个每年哦，这个历程都是这个很精彩的哦。那闪电秀的话是更精彩，那其中也不乏很多这一些我们每一年闪电秀都会来的这个常驻城市，比如像那个布丁洞。我们少不了的售票亭，听说今年十秒钟就把这个票卖完了啦，比我吃一颗水饺还快啊！我们掌声先鼓励一下啦，哈、哦，等一下没空鼓励了。好、哦，现在还有大概二十几秒开始了哈、哦，我们的布丁董呢还在写他的 slide， 距离他的演讲呢还有三分钟又十五秒。OK， 好，那我们就。找个几秒钟开始吧，好、哦，那，你还在测东西吗 ？OK 吗？好，那我就把这个时间交给第一位讲者，好、哦，第二样的是我们这个今年大家有看到这个感应门嘛，哈、哦，感应门的这个负责人，哈、哦，史考特先生啊，让我们欢迎他。大家好，我叫史考特，我叫小哥，这段不能计时。我现在讲那些32小时前发生的事哈，32小时之前大家都在报道，矛盾大对决，当10秒钟报名完成的千人报名 ，CostCup 的会众，这场国际展览级的报道系统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好，我们来先行提料一下，2012年的时候，我们还在用12个 May 的报道方式，2013年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尝试使用分流机报道，达到6倍数的成绩。2014年就这一次使用感应门报道，大家来看看这一次成绩多好，超高速率，好，一分钟可以报道41个人，平均一个人消耗1.46秒，耶、yeah! ！是啊，这不怪怪的，为什么中间有一段掉下来？发生什么事情？黑人被挡住了，怎么了？为什么会一直逼来逼去？到底怎么了？好，有197个通过闸门，但卡片感应失败。这故事告诉我们，大家还没有经过训练，不知道那个卡片要那个闸门要怎么走。好，卡片会乱拿，拿太高是感应不到的。再来有超乎想象的报道次数。这些数字在怎么发生的？我回去找，到底什么问题？OK， 好，我知道，下次会更好。好，我们去走那个，我们在现场还有做投履历跟大地游戏，但卡片一直感应不良，有很多问题，但有太多问题不知道怎么回答，时间不够那就问神好了。神说，就像你开 Go Kart 上 F1 赛道一样，你拿错东西了，用错 tag 了。好，那你听过我们公司的产品吗？我们公司其实在做电子体验卡，那详细资料也没有时间讲，大家可以上数位时代7月号第42页，可以找到我。好，我们是没有来客股份有限公司，我们是极有潜力的新创公司，我们在找人。好，如果你是上面的人，欢迎联络我。我们有很好的工作气氛。好，加入我们，谢谢大家。好，这个没拔到，三分钟都拔不到，然后他分了2分钟给布丁了，看他多冲动。好，那我们欢迎老板。好。
谢谢大家。人生充满意外，我原本在 Facebook 讲说，耶，今年没报到班，肉也太棒了，然后就被插了出来进来，这样非常恐怖。那大家知道我们有年度当探，年度当探就报名的时候这样。对，哎，今年还在，今年没人下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样那讲一下，就是因为据说没炸掉，就要讲为什么没炸掉。我们今年开了6台 WS 单。6台 WS 西餐辣去的，然后呢，而且自己抢菜准备好 ，OK， 好。那接下来呢，7:45的时候发现说，真是有600人哎，然后有人就说，就这样不用担心，反正现在每个月都这样了。然后呢，接下来就发现，过2分钟就变800人了，怎么回事呢？哎，是跟我讲还不用加开，但是我其实我想加开买台，然后大家就开始。那时候就是大家就会在帮我说，哎，请问下一场没事，我们 warm up 起来要几分钟？大概8分钟吧，那算了，放弃。好，那51分就破千了，这个历史也是。对，不过想想那时候就想查说，那就可以查说去年多少？去年1800 OK 啦，没问题，我们今年机器比较够力气，没问题的。然后呢，接下来就51分那个1800、2200、2500啊，就开始飙上去。然后对，当然我们就看国外 MS 怎么，就看到右边的表忽然掉下来，他说怎么回事？机器上掉吗？你看，对，台湾换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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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8:10的时候，全部票进表中，然后就一直看到说，就是他虽然看到那个他进了第一步，然后看到有一张票可以按，然后按下去就说，不好意思，目前只有0张票可以购买，然后就在那边反桌，然后8:02的时候，事实上所有票都已经保留，但是8:02的时候有3091个人继续在站上徘徊，然后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系统变成是说，你进去的时候是保留票，所以呢有人进去的时候看到说，耶，好棒，我有波斯卡本本的资格，然后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报名。对，然后这种人成就不穷，然后到最后21:22还奖品还没卖完，然后那个总招爸爸在那边说奇怪了，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到2:31的时候还有，对，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就是那种不知道3张票，然后有170个人在排队，然后压力很大。然后10:25的时候最后一张票卖掉，终于，然后想说刚卖完票卖超久的，心情超差。对，然后不过你知道我们现在那个量最大的其实已经不是 Postcard 了，有非常多可怕的活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卖那种奇奇怪怪场地的票，这样。对，然后不过那奇奇怪怪场地的票，目前就是70K问题嘛，一碰你100K，听的时候就觉得我100K。好，那谢谢大家。那公测时间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免费开5场活动，所以呢，欢迎大家来使用 KTS。好，谢谢大家。感谢售票亭老板，下一个也是我们这个开源趴的这个常客吴大，好，开始啦。大家好，有人叫我那个猪头西，好，那个我们今天讲的是那个 OpenADC， 什么叫 OpenADC？ 为什么叫 Open 呢？因为有村长还在嘛，那有 Open 就是草。那我们其实是一群受害者联盟，因为被某人的赖账那个不给钱，然后所以就叫做白工。然后呢，我们也是一群那个航空版的 AD 爱好者。你知道那个嘴炮的中年大叔夫人，只是一天到晚就在那个IRC 聊天室里面嘴炮，所以我们就做一件事情，什么叫 ADC 呢 ？ADC 就是你在那个坐飞机的时候会遇到那个航空交通管制跟你讲说要后推要干什么之类的。那 OpenADC 就是把上面那些对话呢把它记录下来，都开一个存档，然后呢做成逐字稿，并且可以搜寻。那未来目标是要做那个关键字触发，就是说如果有人报航班的资讯，或者是说有紧急通道在送那个紧急讯息的时候，会自动那个触发那个相关的紧急程式。那这个用途是干什么呢？先讲一下，收听民航无线电是合法的，但发射跟干扰是非法的。好，所以我们是合法的。好，那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我们要转化负面的情绪，释放正面能量。那做个网站来好，那个欢迎去世界听众啊，算了哈啊，那个我们自己的备案要自己听，然后我们要全民监督民航局，因为民航局的 ATC 是特考的，好，大家可以有空去可以去考看。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音频设备有全民接收机台，然后转播跟录音设备用那个最潮的那个拍在做，那用 Linux 啊，大概是巴拉巴拉巴拉，然后最重点是，我们要去厂刊跟插卡。
那场刊呢，因为我们台湾有几个民用机场，注意我还是讲民用，好，那桃园机场、松山机场、香港机场跟松飞中，所以我们去场刊了。好，我们就骑着脚踏车，上面插着无线就去场刊，然后插塔，那就把塔插上去，那就发现里面有两只无线电接收机跟一个台。好，我们发现一个状况，当年那个不是当年啊，应该是今年而已。那个 MH370 就是马那个飞到不知道飞到哪里去的地方，就几分？好，在飞到哪里去的那个通话机，那个 MH370 大家就一消失，大家第一件事就是挖通话记录，那个大家给 Google 找一下。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今天这上个月的那个松山的 CI 22栋爆发的事件，那小弟有发一些文章，就是说明那。就是告诉你说它发生什么状况，所以我们就做一个自稿界面。那其实这个可以拿来给那个什么国会 IBOD 可以使用嘛？好，那Q&A 时间，请问有人想要问什么问题吗？Live demo 哈，村长说 Live demo 怎么可以说不 Live demo 呢？20秒？没有啊，骗他骗你的，1分30秒。这个有点难度啦。麦克。就是基本上我们在听那个 RGS 那个松山塔台的广播，所以我其实上班的时候都在听那个松山塔台。那个最好要是那个松山塔台一上线，那个民航局的某位员工就说，那个塔松山的员工弟兄们，请皮绷紧了，因为有人开始听了。okay. 下一位。今年高村长有指示啊，投影片都要有那个三个字。看看他三个字会不会跑出来？有啊，出来了，但是投错边了。没有。哇，那我那件事啊，连续讲了6、7年，第一次报到 Lightning Talk， 帮我翻一下。啊，本来只是想要那个，就是放完这张就走了，但可能会被骂中二病，所以呢，好，来讲一下，这是我最近一个半月来在做的 project 叫 Terrarium， 然后网址那边很长哦，大家可以慢慢打一下。那这个东西是因为是最近一个半月才来做，所以那个来不及报 Postcard， 只好抢 Lightning Talk。那这它的长相，它是用来做那个 QT 的图形界面的快速原型开发。那它左边就是编辑器，然后右边就是 Live Preview。然后它是完全用 Qfree 和 JavaScript 写出来的。那我有人说这就是很像那个移动平台上的Facebook。那为什么要做这个方面呢？其实就主要是因为在上厕所的时候呢，你都可以 Live Coding， 非常重要。那大家都知道 QT 在5.0以后呢，就开始提供了各个平台的mobile OS 的资源。所以我们也真的拿了同一套 source 去上架了这么多的 App Store， 然后全部都是免费啊，限时免费，所以大家拿来下载。那但是其实它的现实状况是呢，你要到处的 cross compile， 然后就是你每个平台呢就有一个那个 platform specific config， 然后你要一直的在就是编译。那我从来没有写过这么长的 README， 大家自己到 GitHub 上面看就知道了。好，那我差不多就是这样。3分30秒，太好了，让我来 live demo 一下。好，那为了 demo 呢，我就稍微写了一个这个 flappy bird。那大家可能发现这是鸟呢。等一下，有没有在 preview？
错哦，大家就是赶快趁现在扫一下。那我可以放多久？这页可以放多久？好，开玩笑的啦，好，谢谢。好，谢谢。下一位是那个跟海产有关系的，这不是海产。大家好，第一次报 iPhone 的，没想到可以报到。好，简单的讲，什么是委员长台风器？其实有起因的。有一天，霞霞讲说，大家不要一直玩那个备局好不好？那个备局上面那个 NFC 里面有资料，知道玩备局的下场是什么吗？有人在玩备局啊，那不要发便当好了吧？好，那我刚好这一张木卡的那个和照片比较不明显嘛，那干脆就有人说，我们去黑格备局好了，那有无限量的便当可以拿。好，可是呢，赞助是很难拿到的，便当要钱买所以夏委员长说，那个便当不要让人轻易的拿走两个，虽然我今天还是吃了两个便当。好，可是呢，因为这样图赞下去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大家都要用 Photoshop 改图啊，那。问题是中间的时间呢，没有人去做这件事情啊。啊，国外有人写，可是并不合用。所以呢，有人在等，说，为什么没有人去写这个东西呢？那来去做产生这种图出来。所以呢，我就下来。好，简单的界面，不用 Photoshop 了，可以直接拉图拉字。虽然今天还是很阳春的，但是用三个小时就完工的工程啊，大家不要再写了。那虽然现在还在改善中，好，那其实是全部都是 open source 的组合，好，用 jQuery、jQuery UI 什么什么的，然后连字型都是 open source。30秒，好，以为这样够吗？好，还是要自干，所以我是被推坑的。好，坑坑下面到点边了。好，但是这个东西我会把 open 出来，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吗？是真的，这是一定要的，因为我们是做 open source 挖掘的。好，请大家来试试看。没罚到，好，可以了。下一口，下一口。这个也是挑战终极闪电秀，2分钟。开始。麦克风，好，先不算你开始，2分钟比较难一点，有吗？往上播，播完的5秒钟，1、2、3、4，立规，好，大家好，这个 Dark 大家应该这两年很红啊，大家应该多少有听过吧？但是 Dark 的 UI 方面，目前找到的 solution 是这样，我自己认为是不好用，所以没办法这样子干。那我个人的简介，那顺便来广告一下这个 Dark， 我们在 Facebook 上有成立一个 Dark 台北的社团，请大家多多关注。那 Dark 刚刚讲到这个 Web UI 那大家 Google 一下可以发现，比较红的事实上是前面这两笔。那事实上我用过的这两个我都用过了。那第二个这个叫 Shipyard 这个。算是比较做的比较完整一点，但是它相对起来就是很臃肿。现在它下载下来大概光那个 container 大概下载要1G 了，又不在看什么奇怪的片子。一个 application 为什么要 1G 啊？不知道。那只好自干啦，那自干现在 open source 的 ，OK， 那现在顺便 demo 一下自干的成果。OK， 好，那现在这个我现在已经连到一台Dark 的机器，那这边就可以开 Dark 的机器，那这个基本功能。再1分钟哦，好。那连线呢？OK， 打字没有问题 ，RM 减 RF， 坏掉了，不干我的事，等坐 B 离开，好。
想要再开下一个也没有问题，这个就是大可的威力。好，再来一米局呢？OK， 我已经建了很多很多的一米局，那给大家看一下，事实上我这边除了连到我自己这台之外，我还有连到远端的其中一台。那个网址要记一下，可能会被发现的，但你看不到哦。OK， 那我这个随时切换呢都没有问题。那重点在于，哎，这个九工具还可以复制五、三、二。那这个就不 demo 了，大家要抓一些坏人来了。好，谢谢。他的网址啊是蔡 KD 大 O， 对不对？好好，帮他宣传一下。好，下一个，这个怪怪的。OK， 要好开始了。我是雨婷，题目是一加六九，我要讲两个主题，对，要快。OK， 自从开做六十六 K， 科比做六十七 K 后，我知道做六十九 K， 我还有九。好，六十六 K 花八小时，六十七 K 花几个小时，那六十六 K 只能花三十秒做成，所以说我只做了破卷的引力跟千个名就完成了。好，那我的领地呢？就是因为基本上很简单嘛，我们就是用 Google Home 当我的后端，然后大家通过 Google Home 把资料丢出来，然后我通过 Google API 把资料爬出来，然后再简单的做一个排序跟那个筛选动作，这桩就完成了，所以只花了三十秒。好，那我们的想法是说，新台币我们希望做到新台币的九 K 起，而不是含公司体的二十二 K 到一百 K， 然后甚至于公司规定，所以我们鼓励那些懂得制作专业的企业，谢谢大家。好。那在第二个题目是生物线。好，虽然地球上有生物线，都有生物线，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生物线是什么。我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呢，我们不是公共记者，我们是其中的参与者，事件的陈述者，兼职做事实采访的人。好，那我们不是中立的媒体，但是我们不会零跟零杂，我们不清楚。好，我们是呢，在一月期间，我们在立法院内直播，吉安站直播行政院，还有凯道。在那一天，我们突破了50万人的网络瓶颈，还是直播出去了。然后不光是那期，我们陪着这些坚持的公民们撑到最后。好，我们还不断的发出不一样的声音，包括大三花跟健美解放区，包括白色正义。好，那我们现在为了保证这些整个媒体视听，然后我们现在做有品质的影片，包括公听会、聚会的探讨跟采访跟街头的影片，那可以在公民生物线的 YouTube 频道上面看到。好，那如果说卧槽是要突破立法院的黑画面的话，我们要突破的是警察的黑画面，因为黑画面背后往往都是这样子的。好，然后我们现在有个专案是 InLife 警察 W， 然后他会提供事件直播跟报道。那由一季大地在八月底的时候会到台湾资料科学联会去发表一个，不是发表，就是招募各位英雄好汉一起来做一个开放媒体素人报道的一个平台。然后我们大自然的整个运作结构会变这样子。好，对，好，这样就是在那个平台，然后有时候建的公民记者，然后有 NGO 素人直播协助，然后通过 InLife 去推广给更多人知道这样的正确的资讯。OK。然后我们还要做全台直播教学，然后到时候可能会在那个直播牧师频道牧师的网站上面出现。然后各位不用担心资本的问题，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资本。好，那不怕唯恐天下不乱，就怕误以为天下太平。所以随时如果换在 APC， 应该都会接到一些推播。然后在国会我想要倒掉之前，我们会继续努力。DHLBC 公单服务一下，有一个黑马的创业大赛，然后详细资讯可以 Google 一下这资讯。对，是两在对岸的，所以它会有一些资讯的交流。然后我会推坑说要帮那个 GB 傻逼做一下宣传，然后他们剪了一个我觉得是 Coke Cup 应该在之后才播出的影片这样。然后欢迎那个主持人可以来拔那个线，对对对，你自己拔就好了啊。那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活动，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下一个是 Sammy，好，开始 Go, go, go. Hey, okay, I'm talking about my open source job. My name is Sammy. This is my email. This is my Twitter offer. So many years ago, I'm looking for a job.
So this is one of the popular job search in Hong Kong. So got everyone. You should get it. So this job site in Hong Kong and China,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is high in market share, also high. They are using ASP, okay? ASP, okay, in the market share. So I decided to develop an open source job board software. So developed a Siphon Drupal 6 modules, but never launched them. So in this year, coming from Drupal 6, even I changed that. Okay, changed some codes. So finally, it got released at GitHub. So it includes job postings, features, job category, company information, RSS feed to each job category, open source. So the first site launched is that job.opensource.com. I want to help to deploy it at Consta this year, but we feel something. Okay. Open source is free to use and free to not use. Okay. So, how will we come to follow? So, hope to deploy it this year. Okay, I believe. Future market leader must be the one which use and contribute open source. Thank you.下一个是自己的游戏产业自己就开始了，哎，快开始，快开始。好，那这个自我介绍就这个看一下就好了。好，那基本上这一场我就只要讲我个人的抱怨。那我先稍微 disclaim 一下，因为虽然我去过现在游戏开发者大会，还有在台湾办过了各种不同的游戏开发者聚会，还有研讨会跟研卷。那我发现游戏开发者很难像今天大家这样，就是全部人都坐在一起，然后种类的来的人种类非常多，然后非常多元，而且规模这么大。那我在想为什么？一方面是讲说可能我们是跟国内的其他的 IT 产业跟 IT 的技术圈有技术隔阂。想想也许有可能，但是也许这不是真正的问题。那第二个是会不会？等一下，不好意思，我的 Open Office 当掉了。这个现场有没有这个 Open Office 社群的麻烦这个临时让我 cue 一下，我们要删一下这个战争档 ，recovery 一下。噔噔。没有，我觉得我就这样播好了，你看。好，没关系，就这样。好，那又 crash 了。有点要不全幕啊，没关系，可能我应该还有三分钟左右。哎，没有，你只有两分钟又三十五秒。好 ，OK。不好意思，这里插个嘴。那个 Noto Sense 跟 Noto Sense 的 CJK 跟那个 Noto Sense 会导致后面炸掉。原来如此啊！我今天要完全没用哎。原来闪电秀还可以引 bug。重点就是这个 John Brown 说，因为游戏开发跟游戏本身其实不够潮。为什么不够潮？
你只做卖萌卡牌跟这个坑钱转租，当然是不会炒啊。好，那这个他真的是这样讲的，就是你想要陶冶性情，想要修身养性，想要阅读新知识的时候，你会看书，你会看电影，甚至可以现在已经进步到会看动画、看漫画。玩游戏不就是打发时间的吗？好，那昨天 Make the Movie 放出来，游戏开发者马上就中枪了。他不是说，哎，为什么我有很多游戏开发者，然后只在 flipping the bits， 然后为什么不对政治世界做一点贡献？很哀伤嘛。那其实游戏，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今天也是写书写，然后比如做音乐，我要画图，都是一种表达的媒介，也是一种艺术的形式。所以我们之前有做过像这样的东西，火火熊爱卫生。不过因为游戏开发者本人说不好玩，所以目前是搁置了。所以当然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容易的，你要把东西做到有意义是很困难的。哦，那当然我们还有朋友做过这个东西。好，然后也有不知名人士做这 TW2013， 这是那个 Google Play 的画面，是可以直接玩的。好，然后当然我们国外有一些更成功的案例，这个游戏是教你《中国时报》是怎么编出来的。好，那 Paper Space 这也是很知名的游戏，大家可以去找来看。然后这个跟马航有关，大家可以找来玩一玩，这非常好玩的游戏，虽然很短。好，那台湾也有很多游戏开发者，他们其实就是有一直努力在做这些跟我们平常在手机上看到的这类型不一样的游戏。二十秒，这游戏去哪抓、啊？大家可以看录影，我其实在下面有 cue。进来就十秒。好，然后最后寻找偏见，还是要来广告一下。那个大家就记得，下礼拜，跟虽然跟 Hack Gen 冲到了，但是我们在中南部有场地。如果你本来就是中南部不能上来 Hack Gen 的人呢，你可以来中南部参加这个辅导辩论的场地。三，结束。二，好，谢谢。是 IG 一血到 Off 嘛，对不对？都可以抓到游戏吗？可以看到资讯，可以看到资讯。哦，真的啊，太好了！来下一个，下一个，快，帮一下。
在这边的话，这边直接进入 WebMaker 的网站，哦靠，变很扁。那在左边这边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个选项，那我们可以去，就是如果你懂 Code 的话，你可以自己去 GitHub 上面去设计一些你的元件，然后让大家去使用。那在这边的话，首先我要先找到的就是，因为我现在想要快速的制作一个简单的一个视讯的软体。所以我挂在旁边，找到那个图片的部分之后，我可能就是到 media 里面去找一个 camera。那在做完这些东西之后，实际上我可以在这边简单的选择，透过选择一个 channel 的部分，让它这个很简单，其实它左边这边它会有一个 input 跟 output。所以当我选择同一个 channel 之后，当我启动相机，然后它就会打开这个相机。那当我按下这个按钮之后，它实际上它就会把这个照片用 base 64直接传上去。那我就可以看到实际上这个东西它里面跑的是什么数值。那本身我旁边有事先做了一个小换币，好像太小了。那它这边是一个节拍器，那实际上它就会照上面的这个预设好的一个规则去发出声音。那本身就可以从这边看到它这边它传的哪些讯息。那它本身，那再回到投影片的部分，那我们摩特亚全球在7月15号到9月15号都是我们举办 Maker Party 的季节。那如果你有兴趣一起来帮我们一起举办，或者是说参加的话，欢迎加入我们的 mailing list 一起从花落参加。那本身我们也会有一些 WebMaker 的读书会等等，都会在上面做一个分享。那谢谢大家，谢谢。来下一个宇昌的的。这个正牌的那个还我。哇，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卧槽的宇昌。好，开始哦。麦苦，记得。大家好，我是宇昌。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NG 里的一个案例，就是 EPA 他今天有提到，他希望 NGO 可以变成像 NG 里这样子。那我分享案例是公民1985行动联盟的国会调查兵团。那我是宇昌，那自由软体工作者，那同时我也是公民1985行动联盟的成员。那也许各位在立法院前面曾经看过我在讲话这样子。那刚才好像有了被拔线的案例，那等一下我大概一定会被拔，所以敬请期待。那一样啊，这个演讲也含内政治议题，所以我听过曾经跟一个欧巴桑讲国会两字，然后他就变成这个表情。如果有比较不太能忍受的，麻烦忍耐一下这样子。好，那首先分享公民1985这个团体。那我们去年就是8月3号在 COSCUP 6日中间的时候有办一个游行，然后现场25万人这样子。那其实这个团体很神奇的原因，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在 PTT 上面号召的一个团体，而且用 PTT 贴文和 FB 行销的方式来进行，然后所有的会议几乎都是用 Skype 的方式开会的，所以是一个没有网络就不行的 NGO 组织，然后成员也散布在各处。就算你远在很远的地方，你一样可以参加。那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算是各个社运组织里面比较接近 NG 里的一个组织。好，那当然大家都听过，有些人应该听过卧槽的国会无双的专案。那他们其实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卧槽是一个比较用专业团队的方式来监督国会。那他们是以志工和分散式的方式监督国会，就比如有点像 Stadia 的那种开发模式。那他们的这个公民1985行动联盟的国会调查兵团的口号就是"领养不弃养，立委需要"。那在去年2月21日，就是在国会无双开始之前，他们就已经在行动，我们就已经在行动了。那个时候我们在立法院前面，办了一个记者会。那个时候我们喊的就是"领养不弃养"哈。我们大家都知道流浪狗的问题很严重，可是流浪立委造成更多社会政治的问题。每次选举完就有一批立委要流浪4年，然后他们不受监督，胡言乱语，在那
选民选出立委，就放任他们在国会里面胡言乱语、打架闹事，这样我们有尽到当主人的责任吗？所以我们希望选你所爱，爱你所选，爱他就不要欺压他。那这个组织、这个专案，整个都是透过网络进行沟通和协作的哦，一切都靠云端啊。哦，那我们其实当然就会有很完整的文件，比如说教学文件，然后还有几个工作专用的文件，以及给大家看一些范例。哦，那这是其中的一些表单，可以看到，就是只要有 IBOD， 只要立院开完会，他们就马上会统，我们就会马上统计出来说立委的发言记录有哪一些。哦，然后像是院会啊，然后谁有说过话之类的。哦，那这个是认领表，哦，就可以看到有谁认领了哪个立委，甚至有的人很淘气，就直接认领整个内政委员会，只要有开会他就全部看这样子。哦，那我们也会用 Facebook 的方式去标注那些人，请他们过来看 IBOD 这样子。那这是做出来的一个网页，哦，这个网页可以查询他什么时候有开会，然后呢你也可以看到说我是某某某，我要查询我的任务有没有，他就直接可以告诉你，然后你就去看这样子。那看完以后呢，就在教学文件里面就会教你要去填一个影片网址啊，然后填它的那个分类是什么，大致的心得之类的。我要填出来就是像这样的表单 ，Google 表单，填完以后就是像这个样子，哦，就会有人说啊，谁谁谁说了什么东西啊，然后他的心得是什么啊之类的。然后在周末的时候，影音组的人就会领养过去，然后把它做成影片，哦，然后就放到这个网站。然后这个网站是完全 open source 的，放在 GitHub 上面。所以我们的流程大概就是像这样子 ，IBOD 做出来后分配工作给志工，好像是一群的分散下去、散下去，然后再由他们回报回来，然后再由影片的志工再散下去给影片志工做影片，最后再产出影片上稿宣传。那目前已经有约300位的志工，而且散布在全台各地，有些人可能都没有见过面。所以这个，而且这个是一个 NGO 组织。所以你爱怎么算就怎么算，你要怎么搞它就怎么搞它，没有关系。哦，那也预告一下，8月3号的时候我们会举办一个国会电影院，然后也是洪中秋案8月3号的一周年。那我们会在一个地方，然后让大家可以上街头一起看电影。那同时也已经在举办电影院的票选活动，哦，那欢迎前往投票。7、6、5、4、3、2、1，好，没有了，那欢迎各位朋友一起加入了。那我们的口号是每天5分钟就可以让台湾更好。那你累了吗？来看一次影片吧。看那笑，忽然被发现了。参加中国旅游，请问现在有什么团？请你等等，黄庆强将军领导，你的黄埔军校50周年庆祝团准备好了，请你等等。喂，为了参加这个，团费18万，这么贵？那为什么不用缴？退伍费帮他缴，每个月都有18万。那我今天一个月才7000块，将军终身荣华，不行，我中台湾遇上你，将军终身荣华。一般的公民并没有这样的救养金，诸位，我们每一
他公民的权利啊，这是他应该合法给他的，所以我们尊重他。什么政策？这不跟我在创造阶级差异吗？先生，那抱歉，本女士是很有事了，你对吗？三年党政啊，欢迎免费参加分党国共一家亲，往楚军规律流传来。好，说完了。好了，看大家笑这么开心了，我们就给他超时了。来，下一个，下一个。其实我们还剩一点时间，因为今天大家都很准时。来，我们来问一下这个讲者，请问你想挑战五分钟还是两分钟？我想挑战两分钟。好，那我们就请我们的这个计时的坏人哈，等下准时开始哦。两分钟到就给他罚。其实刚刚我是在上 IRC 上到忘记要罚线。好了，可以开始了吗？哎，开始了。大家好，我是 Carl。那我目前参与 Hacking Thursday 社群，参与 Hacking Thursday 社群，还有 Dr. 台北社群。这个是 iPython Notebook， 不知道有多少人有用过，可以做一些科学运算，可以拿来当你的笔记本，可以及时 record， 就还不错。那这个是 Haskell， 那至于这跟我们这个今天主题 iPython 有什么关系呢？iPython Notebook 加 Haskell 等于 iHaskell Notebook， 它是一个 Haskell for iPython。 那各位回去的时候要怎么样取得这个东西？你只要打开放 install happy cpph 开放 install iHaskell 就可以装好。好，算一分钟。那接下来呢，我就要交给下一位讲者啊，还有有文化的编程，交给大妈。哎呀，没罚到哎，哎呀，厉害，总共用了一分十秒。来，下一位这个大妈，这个来自我们对岸的好朋友。好，那可能发现了，我没有换灯，所以你罚不到我，谢谢。所以我给自己呢给了一个三分钟的这个计时，好吧。那么我说的呢是要给大家汇报一个现状。现在呢你看我们一讲编程呢，好像一会有很多这个专业名词爆出来，什么 OP 啊 SOA 啊还有什么等等等等。但是实际上我们无论怎么把我们这种行为进行美化，其实在美眉眼中呢我们都是马农，都是程序员，那个员哦 ，monkey 的那个员。那现在像大陆呢，甚至已经开始自称马处了。其实怎么样提高我们这个职业的逼格，让所有人认为我们是一种很有品位的这种职业啊？其实二十多年前那些闲人已经解决了。解决这位哥们儿呢，我们称他叫高德纳高爷爷啊，因为他的一两本范儿那个叫什么计算机啊，计算机程序艺术这书就被人给颁了一个图灵奖啊，相当于我们计算机界的这个奥斯卡奖或者说这个诺贝尔奖。那他当初呢，是因为他的一个好哥们儿啊，当时在就 C 语言的发明者，当时发现大家都写那个汇编语言的时候呢，啊，写的都很没有规范。就是说程序没有结构，所以呢他提出了一个结构化编程，然后呢鄙视了一下这位高爷爷。高爷爷呢后来冥思不想，回去呢就不声不响三个月啊，发明了这个文学化编程这个东西。于是呢他就可以挺直腰板说，你看你不按照我不按照你的方法写，你说我没结构，你不按照我的这种方式去写，你没文化。对吧？好，所以呢但问题是这个文学化编程 literature programming 这个概念已经提出来快二十年了，但是我估计啊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个回事儿，因为确实
它跟我们主流厂商，特别是微软啊这些的没有什么协议，所以从来没听说过。那我这里呢是从2006年开始接触这么一个概念，后来呢是用了纯 Python 完成了一个编辑环境 Leo 啊，它呢就是说文学化编辑环境，不是编程环境，它可以在这环境当中干你所有的事情。在这个环境当中呢，我感觉啊，我确实有文化了。为什么呢？以前我得被迫把我的思维跟这个程序内在的这个叫什么语法去匹配，但是用了文学化编辑环境之后呢，我可以无视这个程序原有的什么类呀、结构化呀、什么这个 class function 等等的这个语法结构，我可以按照我的思路去对它进行切分。那么它最直观的是啥呢？把我思路变成一个一个节点，用左边的一个竖图去给它记录下来，右边你写啥都可以，写小说的，因为他写过小说，写过 blog 啊，记我的账单等等等等。那么具体的操作、具体的感觉、一些很细节的东西，那在这里呢我就不分享了，毕竟是闪电秀。但是请注意，想改进你在这个行业当中的这种职业形象或者说心理境界，开始追求有文化的编程，那么去查一下 literature programming 这个概念，以及 LEO Leo 这个文学化编辑器。谢谢。喂，你讲完了？我主持人呢？我讲完了。你在这里，来。时间很快哈、来，谢谢你大妈，你可以下去了。好，好好我们这里啊、加码了。今年高差的不忍啊。来，再用 Q&A 开放两个问题问周西哥。应该是下一个风潮了，明年大家都一人带一台。好，来，你要问什么？来来来，我想请问一下，请问一下，你家里花费了多少？请问你花了多少时间准备投机的？那个我的捉鸡是出发前一天晚上用那个刚灌好的，所以大概花10分钟，然后就装进袋子里面带过来。来，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来那边那边，哎，按一下好，有红色就可以讲。哦，就请问一下，你有考虑明年要换捉鸡 B O F 吗？应该不错，不过可能明年就是看有没有其他的跟我一样也要带桌机过来。所以他明年还记得。好，还有问题吗？还有问题吗？好，没有了。好，那我们的闪电秀，哎，还有一个是来自己讲，自己讲，来按下去，来直接接麦克风。我想大过两周，请问你是第一首音乐机会下带你的桌机来的？哦，就刚好没有笔电可以用而已。好，来借我过一下，要回纸牌。好，谢谢大家啊。那我们的闪电秀就到这边，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总张国强。然后小类似一八十那种小的，小台那种主机。我知道大家刚刚来，有特别节目，来，参加 CoSCOM 的第二年，我知道上台讲关于 CO 的是不太容易。我先说，妈，我在这里。然后，其实今天抢这个麦
员工有点抖，本来是应该是 CC 的工作，但是因为我们在处理这个流程实在是太紧张了 ，CC 来 Q 这个部分。那我想先请各组组长上来好吗？我们今年志工团组长、组长群、那个销售组、记录组、那个 MOS 行销，还有我忘记了什么，还有谁？自己上来好不好？那会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在前几天呢，我们收到了一封信，就是我们今年的总招爸，他寄了一封信给我们的自由软体铸造厂，他告诉我们说，让总可不可以先预定明年的场地？那基本上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本来应该是在八月份要做这件事情，就是要经营，要办 host cup， 可是因为我们去年太晚 book 这个场地。所以在因缘际会下，我们只有在七月十九、二十才能够举办 cos cup， 也相对的压缩了我们所有的时程，包含说之前的前置作业、销售组在募资、求赞助，然后到后面的流程，其实是非常紧锣密鼓、状况连连，但很开心，一直到了今天。那像爸爸之前在写信说，可不可以预定明年的场地？所以明年的场地已经不可好了。那相对呢，我们想在这个地方呢，能够谢谢爸在这三年来，无限大的为我们 cos cup 的付出。我们可以请爸爸来前面讲。然后我们请了一个场务妹妹来帮我们送一下我们的感谢状。那这个感谢状呢，那爸爸就要先讲一下上面内容是什么。是感谢赵国强，赵国强，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讲赵国强。担任 Cos Cup 二零一四开运年年会大会总召，协助大会担任我们坚实的国强剑拔靠山。剑拔有删掉了，然后那个墙是那个墙壁的墙。服务时间为2016年至今，共计5000小时。在此感谢这段时间付出努力，且与对开源领域的热情奉献，成就解开担任三部曲啊！谢谢大家。大家再次感谢一下爸的努力，以及各位前辈，还有后面组长群的努力。那我们是临时插了这个桥段，所以其实我现在手还在抖，因为我们都没有 Q 过，因为今年的流程现在是非常的紧锣密鼓。你根本没有办法去避免所有的状况。那也谢谢今天的组长群，大家掌声鼓励一下。我们把麦克风还给我们的爸，谢谢组长，谢谢。好，你好吗？好，各位，终于到了这个最后时刻。今年的 cos cup 比以往早结束一点点，因为反正我们明年都有 feedback 嘛，然后反正明年都在改嘛，你知道 open source project 就是这样。HTML 版规格也是这样嘛，对不对？所以这没什么关系哈。那我相信各位在这两天里面应该有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然后以及感动的事情也好，或者是说觉得很棒的事情也好。那比如说像有那个。知名医生 PC Man 就是关心你的健康啊，很多令人感动，对不对？然后也有那个野生的乳夫出现了，不知道为什么野生乳夫会过来我这边。那以及像也有说，那天 talk 都还没有开始报，前两个半小时就有人在排队，我是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明天我们应该来办什么 Lightning Camp 那类东西，就那个两天的历程全部都是五分钟的 slot， 然后大家一起来爆料的。一口气终结一整年都在那痛的 quota， 那也有像周琦哥的，这个真是非常厉害。他，我偷偷告诉你，昨天我有发现他有个人粉丝团。他被我 take 之后，他有加我好友，然后我没有看过人，我都不会加，但是我现在看到之后，我去把他按了 send。那也有像 IRC 上面有很多笑料，比如说像志展在昨天早上就讲说啊，现在是拆开杂志拿出附赠的面膜来敷的好时机。下面就有我们公司的成员说，当个活泼泼泼的好学生，做个冷冷嫩嫩的。
每一年的梗都很多啊，那也是非常感谢各位来参与我们，然后让这个大会更有趣、更好玩。那如同所大会所一直在强调的，40% 是在学习嘛，哈，那60% 是在我们就略过不提，那反正大家都知道。好，那很感谢的是各位 speakers， 因为说在大会很重要就是议程，如果没有各位来投稿，我们没有办法有这么好玩的东西，好，没有这么棒，没有这么有趣的东西。那以及比如说像也有没有这么有 cosplay 感的讲者，我也不知道什么 coscup 就一定要 cosplay， 那都没关系什么的。好，那有感动的事情哦，就是名言警句每年都会来一点的那个 宅社服大师哦，那每年都有感动。那也会有乌漆麻黑的那个奖金，然后让你偷偷擦眼泪，不会被别人发现这样子。那另外也要感谢说台上这个 staff， 以往来讲我们比较不会就是把所有的名字都列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把所有的名字列出来很累，万一漏掉怎么办，对不对？以往人数少的时候怕漏掉，现在不是怕漏掉，现在是因为一列出来变这样。啊，你是要怎么办，对不对？来给他们一个掌声好不好？我也不知道你看不到上面的字，所以今年的网站上面我们会把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列上去。那这是今年的一个改变，我们去年就想做忘记自我，然后所以希望说可以，就是大家觉得说还可以这样。那当然也要很感谢 sponsors， 如果不是他们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借这个场地，然后也没办法有免费的食物可以吃，免费的食物饮料可以喝，然后大家在这边这么欢乐，每一年，非常非常非常感谢他们，再给他们掌声好不好？这个包子实在太多了，但吃的时候真的，我吃到大肠我都吃得很熟了，为什么一个吃一个吃一个这样子？但是非常感谢他们。CoSCAD 是 Conference for Coder User 跟 Promoter， 那所以一直以来都是各位，谢谢大家，作为Open Source Project 的那个参与者，然后在这边帮助我们。也帮助整个 Open Source 的社群，然后就继续茁壮。那我觉得今年还蛮特殊，因为今年它是主题是 Maker， 然后主题是 Make Things Happen。那我们有两层意义，第一层是觉得Maker 当然是一个很红的题目嘛，那它有一部分的养分也来自于 Open Source 社群，这是第一个，所以我们把它拉进来。然后第二个是其实我们都在 Make Things Happen。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你在参与 Open Source Project， 那你在不论你用任何角度去对待它，你是只是使用它也好，你是帮它推广也好，你是帮它改进一点点东西都好，那你都在参与它。所以我觉得今年的 CoSCAD 或许那个 C 可以改一下，或许 C 可以是 Creator， 我们在 Create 一个 Ecosystem， 然后我们在 Create 一个场域，让开放的事情可以更良好的继续下去。那所以这是今年的 CoSCAD， 我觉得算蛮不错的一个点，就是我们把 creator 都拉进来，然后大家一起做我们这件事情这样子。所以这很重要，就是它也是你的 conference。这张照片大概是应该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讲者自己用 Google Glass 拍下面的人，然后我就刚好坐在他旁边，我就问他说：“哎，那个汤姆斯，我要用你这张照片。”他说：“好。”那就他要传给我更高解析度的，我跟他说：“没关系啊，人管的投影机没有那么好。”有时候用这个程度就可以了。那conference 不是只是讲讲的，因为所有的 conference 都会说那是你的 conference， 但是不是只是讲讲？为什么呢？打个比方好了，我丢在下面吧，不好意思，布丁可以帮我把那拿给我吗？谢谢。自展去收掉，这是你的。对，就是昨天在喊的时候，就是我们需要人拿线的时候，我直接上麦雅思喊说，该不会有人带多的人拿线吧？他就坐在我旁边，他直接把包包拿出来。身为一个小叮当，不是啊，我要先拿给我。那还有不止这个，昨天我们小卓在那个 Facebook 上面讲说，就是我们要征求四台循环扇，这种东西总没有 conference 跟会中征求过吧？我们征求，而且真的就拿到了。今天早上就有四台循环扇出现在我们的那个服务台，然后他就拿去解决隔壁。舞台哦，对不起，是舞台哦，舞台循环扇，然后出现在服务台，然后他们拿去解决隔壁活动中心的闷热问题。那当然，每一年都在换，所以多少有些东西，就各位都包含，也麻烦各位真的把这个当成你的 conference， 加入我们，然后一起做这样子哦。那
每一年的 conference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也对很多人来讲都很像一贯啊。怎么说呢？你就一喝下去以后，就满满的对这个社群又有更多的期待，你就觉得说，哎，今年好像可以做些什么。然后一直到明年的时候，发现说自己什么都还是没有做。不过没关系，就是承认这种热情，我们就应该要加速前进。报告完成时，我有放小铃铛。为什么会觉得各位应该要我们再好好的去努力？那 CosCup 也有很多地方，希望大家可以去 contribute 到 Open Source Project。那比如说像你抢到票，我们会可以你 contribute 我们送你票。对，那所以希望各位开源好，开源呱呱叫，这样子就是代表了这群人至少我们很觉得很不错的东西，也希望是各位觉得很不错的东西。今年1560个左右吧，今年报道率 比去年高，所以我还要再统计一下。但是今年报道率应该有大概92到93左右，去年只有80%，不过今年应该有92、93。好，所以给各位自己一个掌声，好，谢谢各位在这两天以来参与这个 Open Source Project， 这个台湾最大用大会员组成的 Open Source Project， 谢谢各位。那也谢谢各位们，也谢谢讲师，谢谢赞助商，谢谢所有的人。希望在小弟我总招三部曲，但今终于今年最后一集之后，明年可以换一个导演这样子。好，谢谢各位，那我们明年见，谢谢。